萨那加的遗产，纽安提亚克。我是瑞泽格尔，黑暗圣堂武士的大族长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星球。泽拉图跟我提过艾尔伦信的事了，我很难过。我是少数还清楚记得故乡模样的黑暗圣堂武士，虽然情势险峻，但命运依然让我们团结在一起。黑暗圣堂武士从来不曾忘记遭艾尔放逐的过去，也无法遗忘秘密议会对我们的恶性。不过你们已经不属于秘密议会了，弗拉森他妈。而你们的英雄塔萨达的牺牲也让你们见识到，原来是弗拉森他妈。当黑暗跟光明的力量结合时，我们有多么的强大。可是大族长，跟着我们一起来到这里的虫族跟神族遇过的任何敌人都不一样。仲裁者，你说的对，但这里有果仁在沉睡的力量，可以完全清除夏库拉斯的虫族势力。很久以前，黑暗圣堂武士曾经在宇宙中四处流浪，我们在这个星球找到了一个古老的遗迹，决定留下来研究它。我们发现这个巨大的建筑原来是个古老的萨尔纳加神殿，用来纪念万物的创造者。神殿下方汇聚了强大的宇宙能量，如果能运用那些能量，那我们就该趁虫族还没准备好以前先动手。可惜我们还不能这么做。如果想引导神殿的能量，就必须先找到传说中失散许久的一个水晶乌拉跟凯利斯。乌拉蕴含纯净的圣堂武士能量，凯利斯则拥有黑暗圣堂武士的能量，一黑一白的，同时使用这对水晶才能启动神殿的强大力量。显然当务之急是找到这两枚下落不明的水晶。同意，但首要之物还是得对付神殿周围的虫族以及那两只脑虫。孩子们，正装待发，我们把邪恶的虫族逐出神殿。摧毁虫族脑虫。神族不是背后那个卡拉吗？他们都是用卡拉那个的。啊 ，Go Go Go！年轻的圣堂武士，别忘了，只有黑暗圣堂武士才能杀死他们。我的族人可以轻松解决那些脑虫。有话快说！有话快说！执行官，我们侦测到两只脑虫，周围有许多孢子沉穴。我们会派出海盗机来瘫痪他们的防御。对的，艾尔达斯，就这么做。Zero Scudina， 你没有面对任何的敌人，就得努力面对敌人。这边打完不是应该有剧情吗？为了爱玩进攻吧，我们进攻吧，我们进攻吧，准备开战。很好，终于呀、啊，有话快说，准备开战。摧毁虫族脑虫，所以我是要找脑虫的，应该在左下角。我们进攻吧。他要把兵运过去哦。就这么做，需要我帮忙吗？好极了，
哦，皮卡丘，范米叔给奶台了，只好留给你和芬野。什么奶台？哎呦，不是大侠吃香蕉，感谢，感谢订阅。第一、第三名是奶妹，真的假的？瞄一眼。哇，好奶哦，太奶了吧！穿这个。你建造更多水堆吧。画个快速吧。这看起来应该是要用运的吧。铜针杀什么鬼东西啊？鸟可以杀，操他给你看。还是你们要看核爆？有没有？没想到在短短的30秒内就点了他100下。特效优化的，一定拿 HD 对。准备开战，需要我帮忙吗？话快说。准备开战，需要我帮忙吗？好极了，哈，终于呀，能量不足，能量不足，痛的。这样应该就过了吧。哎，你那边是 ？No！ 他一定要引刀砍吗？忘记了，我不确定这边是不是一定要引刀砍了。
我靠，有点多哎、欸！哎，我还没射成。你的战士被我组织交战。比利塔，比利拉拉，金小开朗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他是有两个脑虫啊，有两个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Nevas Gurio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未来，英雄所见略同，是不是都靠你打死？快说，说什么说？伤心完成，未来，我等托比的死，是不是？我们的方式可是一样。英雄所见略同。他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要引刀、欸？我等一下不要用引刀，然后用龙骑兵去射那个脑虫看看。哎、欸，他射我，他打我没血了，太会了吧！是不是？就这么做，很好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，请完成拉斯古里达。你好，就这么做，很好。你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。哎、欸，干追不到这条狗是怎样？话快说，为你效劳。他要干嘛？他要空投我？你的战士正在敌人中需要更多高能力。这个是你的。Go go！ 其实我硬砍就赢了啦，但是我想要做实验。到时我如果没引到的话，直接打那个脑虫会不会过关？对。
我用这个打。你的战士现在与敌人交战。哎，不行哎，强点哦，强点，强点。不错嘛，伟大的神族，看到你们和以前一样充满活力，我就放心了。凯利根，你是来嘲笑我们的吗？嘿，别这么凶，我想你们不会相信我，但我不是来打架的。太可笑了，你真以为我们会相信你？这些虫族不就是你控制的吗？挺好，你杀掉的那些脑虫也是我的敌人，如果你肯听我解释就会明白。海里根，你是所有生物的敌人，你哪来的自信认为我们会和你扯上关系？因为纳泽拉图，我带来的消息关系到所有人的命运，如果你肯护送我到你的据点，我就告诉你我知道的所有事情。好吧，凯利根，我们就听听你有什么想说的，但我警告你，要是敢耍诡计，我们绝不留情。死亡金属装